总统就职了后，暗时国宴是头一摆扫到台南来举行。啊，那国宴布置会是国旗人，啊，那提醒台南的乡亲，国宴会场周边的交通管制是为下晡两点就开始，后面就那是有经过都来配合。受邀参加第十六届政府总统的就职典礼，在住台南南区的民众，二十号透早一点外就准备坐游览车北上，虽然是拢暗暝摸出发，看会出来的民众唔那真兴奋，嘛非常的期待。咱们参加就职典礼，欢喜无？哇！大声点，当选，已经当选啦！哎，真欢喜就对了啦！安迪国代吼，一直在支持，支持到今天去做做总统，所以特别欢喜，吼、哦！哎，规家伙啊，拢要来。暗时的国宴，嘛首度移师台南安平福尔摩沙游艇的酒店来举办。新政府新气象，各界拢以办喜事的心情来办理。议会场的布置花，嘛利用闻名国际的台湾兰花来装饰。独家的纳米喷染的技术，用国际人欢迎各界的访宾。不过国宴首次离开北部。国外的人客以及外国的使节、县市长等宾客将会坐高铁南下，因此相关单位也沿途对台八十六线到酒店，由辖区的分局交通管制到会场。为维持交通秩序与安全，本分局将在部分路段实施弹性管制，亦会随时派员加强疏导，减少用路人之不便。另外，临近会场是实施周边道路停车管制，包括安平区安北路和安平路两边。同天下晡两点到暗时十点以上的路段是禁止停车。酒店头前的道路嘛，相同的执行弹性的交通管制，提醒用路人经过的时阵，就一定要配合交通的引导。记者郑宏达报道。